好，我们先把做好奶泡的咖啡放到上面，注意放的时候一定是手柄朝外面，如果这样的话你这里上去的话它会卡在边上，它是不行的，必须是这样，必须是这样放，手柄朝外面放正中间。好，放好以后我们看软件上选择你要打印的图片，选择一个你要打印的图片，这里是一些固定的图片，随便选一张，然后这里可以移动位置，这里呢按住鼠标，按住左右拉动是放大缩小，我们放大到，然后打印机上黄色灯开始闪烁以后按一下，然后这个咖啡就上去了，现在机器已经开始打印了，时间大概10到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打印好的，我拿出来看一下。